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我阿多话，我今日又系我介绍大埔区嘅楼盘咧，大家。今日我哋去到太和区嘅太湖花园，屋苑邻近太和火车站，步行过去大约只系七至八分钟。火车站连接商场、食肆、购物、街市一应俱全，亦有多条巴士线可以路经屋苑附近。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太湖花园的第一期，一共有12座，1992年入伙，提供两房至到三房的单位。屋苑入面有内园的花园，设有网球场和泳池等设施。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441尺两房的单位，单位入来是 L 型的客厅，眼镜房设计，相当阔落，可以做到客饭厅分明的摆位。呢一间是细睡房，两边都有窗，令到光线更加充足。另一边较大少少的睡房，四四方方设计，摆位容易。亦有一个衣柜位的位置，可以用尽每一寸空间。望出去是球场和泳池景观，十分之开扬，还可以望到山景。厨房是长方形设计，有足够的位置可以安放雪柜和洗衣机。洗手间现在是企缸设计，干湿分明，亦设有玻璃窗。看完影片，大家对单位、屋苑或者大埔区其他楼盘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攞翻我，多谢各位。